大家好，我是和雅产后护理之家的护理长赖凤娇，欢迎大家收看 MOM TV。 那接下来的话是为妈妈示范一下，我们如果说我们的乳腺有阻塞的情况，乳房上侧的那个乳腺有阻塞的时候的一个姿势哈。那我们的话一样原则跟躺位的方式一样，好，让宝宝跟妈咪的部分是面对面的。好，然后当吸吮上之后呢，我们可能随手拿了一个像毛巾啊卷成的圆筒的一个毛巾卷，又或者是说我们的侧睡枕枕头，其实就可以塞在宝宝后侧的部分做固定的动作就可以完成了。在塞固定工具的情况下来讲，一定要很注意的是宝宝的头颈部的部分记得不要去固定到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安全的原则啦。后当宝宝如果说吸不到空气的时候，嘴巴放开来，他要能够撇头的动作，当你塞实的时候，其实他的头是不容易去做转动的动作，这部分的话再提醒妈咪哦。